这次辛特利跳起来出手时，裁判认为有犯规啊。领航员这边好像也没有任何的。那场比赛他得了13分，所以他连续三场比赛得分不到20。嗯，弹两下还没回神过来。我觉得敢给啊，这个事情是非常好的啊，因为现在又没有战绩上面的压力啊。然后辛特利要赶快补分数了，因为第一节他只靠。辛特利跟 Perry Jones 这个双锋线的搭配，目前还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效果。那也要他们有赢球，我才有机会啊。孟学赶快把可能要出界的球救回来，再给辛特利拦一下单打得手，能力他把他展现出来，没错。今年球季很多球迷都一直在讨论说，领航员为什么还是让老吴先发？老吴在这几场比赛当中证明了他是有先发的能耐。三分外线的辛特利，这是一个合作。发生失误，对方三打一的机会，也不用犯规了。嗯，目前拿下了24分。辛特利篮下打零阵，基本上这个对抗性就展现。球给 Mike， 领航员现在反超一分了，最后一秒钟。Singletary 在弧顶位置，超前的一击，这真的是太有耐心了。